我们现在要来看每个发音它拼成字母是怎么拼的。这边我们看到的是音标，那它在实际拼字的时候是怎么回事呢？我们来看 A 是 A， E 是 A， I 是 E， O 是 R， U 是 E。 那至于这个懒人音 E 的声音呢，它的拼法是 A E I O U， 通通都有可能，如果前提是哦，如果他们是在低音节的时候，如果他们在低音节的时候，有可能是 A， 也可能是 E I 或 O 或 U， 这里都有可能发 E 的声音 E。 那至于说音标 E 的声音呢，这个 E 通常是放在靠前或中间的 E， 那这个是字尾的 E， 但无所谓，你在拼字的时候可能是 ER， 可能是 IR， 可能是 UR， 那在字尾的OR 会念 R， 字中间的 OR 会念 OR， 但是在字尾的 OR 是念成 R， 所以 R 有四种拼法。好，我们现在来看好长母音，第一个是 A， A 怎么拼呢？它可能是 A 夹心饼干 A 和 E 中间空一个子音， AI 也可能是 A， 好，我们放大一点， AY 也可能是 A，好，在字尾的 A。 好，我们现在来看 E， E 怎么拼呢？可能是 E 空一个子音 E， 也可能是 EA 连在一起也是发 E， EE 连在一起也会发 E。 好，下一个我们来看 I， I 它会怎么拼呢？ I 空一个子音 E， 好，夹心饼 I， 然后来 IE 连在一起也会发 I 的声音。好，我们这里讲的并没有包含所有一切会发这个声音的拼法，我们只把最大宗的拿出来讲。好，下一个 O， O 怎么拼呢？可能是 O A O， O W O， O E O 和 O 空一格子音 E， 这个也会发 O 的声音。好，下一个我们来看 U， U 怎么拼呢？ U 的拼法可能有 O O，有的时候是 U 空格 E 会发 U 的声音，有的时候发 U， 那有的时候发 U，像 Luke L-U-K-E， 然后 U-I 也会发 U， 像 Fruit。 接下来 OW， OW 怎么拼呢？ O-U 可能是 OW， 像 Loud L-O-U-D， O-W 也可能是 OW。 好，接下来我们来看，那我们注意哦， O-W 可能是 O，O W 也可能是 O。 好，接下来我们来看看，比如说 How H O W。 好，接下来我们来看这里是什么 O。 好， O 怎么拼呢？ O 它的拼法可能是 O， 像 Dog D O G A W O Awful， 或是来 A L 也是 O。 下一个拼法只有一种，就是 O O。 好，接下来我们来看 OI， OI 的拼法有 OY OI OI 也是 OI。 好，我们来看下面的子音的部分， SH CH TH TH。 好，这个字其实你会拼到它的机会非常的低，有一点可能是 GE， 尾巴的 GE 念 Z 的声音，很少，像 Garage，其实很少，或是 Television， 不过它拼法又不一样，所以这个其实并没有那么重要。 J 就是 J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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 好， The TH， 所以 TH 有气音的 TH 念 Th， 跟有声的 th 念 the。 我们再来看旁边，好，当然这个就很简单了，这个符号取得不是很聪明，明明看起来很像 jj， 可是它确实发 y， 那谁发 y 呢？当然就是我们的 y 发 y。 那 n 其实很有意思，它等于取 n 的上半段 g 的下半段，怎么拼？当然就是 ng 发 n 的声音。